人做生意本来就比男人更难。想要在东京立足，就不能软弱。女子贵自立，一旦想要依靠别人，就有了弱点。这里是东京，没那么容易啊。你觉得我们现在开得了茶楼吗？身在钱塘山脊，还是身在，只要茶汤凝香入味，便自然而然。